来一场 City Walk， 捕捉东莞龙年的喜悦，换种方式认识东莞。听说龙舟第一景在万家，这里有着悠久的龙舟文化。起龙广场，游龙大街，我想一定有关于龙的故事。哎，这个龙头好哎！哦，这个挺有意思。打包，老板走了。哎呦，我终于找到你老爸了，对不对？开心吧？他这个还没结束。哎，师傅 ，Hello。哎，师傅你好，最近我在寻找龙啊。我们这里是做龙头的，这就是我们珠三角最常见到的一个款式。OK， 它叫鸡公头。他们三个是一样的？对，他们是三兄弟来的。三兄弟，对，刘备、张飞、关羽。所以他那种机器很容易可以做出来吧？我们不是机器做，因为龙的眼神啊，还有笑容，都是你的刀法去决定的。传统的龙头制作要经历挑个、打磨、上色等几十道工艺。哇，我这就是点击制笔。对，没错。在小心。每一道程序都考验着制作者的耐心、细心和匠心。其实也有很多外国人对龙的传说挺有兴趣的。我们中国人其实就是龙的传人。对，我们年轻一辈要去传承我们祖宗留下来的优秀文化。我们的大头狗做好了，现在我们要放在哪里？走，跟我来。Let's go。 我们终于到了。怎么转？直接拖过去。拖过去。对。哦，好，我们的龙珠终于安装好了。怎么样，看看帅不帅？帅不帅？帅我们就是2024年的冠军，信不信？